还记得我曾经说过什么吗？当咱们成功那天，我会献上红酒和鲜花。现在咱们又只有一步之遥，我很迫不及待。这个蛋糕是我专门找顶级的甜点师为你定做的。万薇，说实话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没有办法忘记。我承认我以前很幼稚，真的很幼稚，我受不了你给我带来的压迫。但是我现在想一想，你都是在帮我，你教我成为一个男人。我不瞒你说，我赵忠飞能有今天，你有一半的功劳。先吃蛋糕。赵忠飞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这点骗小姑娘的手段还没长进。别管了，你还是不了解我。我最讨厌男人公私不分，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很没主。所以赵总，还是尽快在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。签了这个，你想要的就都是你的。很好，不过还是谢谢你今天准备的这些东西，只是可惜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。只有这个才能带给我真正的安全感。王伟，真的觉得你挺可怜的。你又何尝不是呢？